森美兰芙蓉一辆载满石块的罗里失控撞向前方的车辆，造成了十车连环撞的意外。是，那肇祸罗里呢，在意外发生之后翻覆在路中央，而石块洒落满地。另外有一辆国产赛加轿车惨遭罗里泰山压顶，造成一名男子当场惨死，另外还有三个人受伤。这起意外发生在芙蓉环市公路，消拯局下午1:28接获投报后，即刻派人前往现场救援。不过，惨遭罗里压顶的轿车被压得毁不成形，导致拯救过程面对重重的困难。最终，当局花费超过2小时才成功将死者遗体抬出。这起车祸除了涉及2辆罗里，还有8辆轿车，分别是第二国产迈威、国产普腾、2辆四轮驱动车等。三名蒙受轻重伤的伤者分别是一名印尼女子和2名乌印女子，事后送往芙蓉端姑惹化医院接受治疗。